厕所边。好，我开了哦。嗯。丑到爆炸！我刚录这个视频了，你先录完了。看我的这个，我得戴上，为什么呢？因为我头发还没来得及拆，其实很简单就能拆掉。看，就是这个光线有点黑哦，很有点吓人哦。看有没有什么光给它亮一点呢？嗯，原来这光就这么亮的吗？哦，可以更亮呢。哦，好厉害哦！啊，这怎么 ？OK， 谢谢叶鱼鱼的叶蝶。我跟你们说，我本来想做的发型不是这样子的，我想做这种头发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办法，来不及，因为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本来。我以为就是公演结束，我心想，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公演结束嘛，我想公演结束的话，那肯定早着呢，怎么着也得十点了，我还在那儿慢悠悠的化妆呢，结果跟我说第一组已经表演结束了，我说啊，我说什么，我的人都吓傻了，我手都抖了，镜头没有坏啊，是因为有东西，我把它弄走，真的手都坏。手的画的都抖了，因为我要穿古装的衣服很麻烦，然后古装的发饰这些都是临时搞的，它有一个簪子在上边，这些都是很临时，这个东西甚至都是我们姐姐临时在随就地取材，是的，还好最后赶上了。就你们知道吗，就当时我就穿那个衣服，因为我是去借的，也是今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表演前我才去拿，因为我是昨天去找很多衣服，本来想着说穿一套，但是都不太合适，我本来想穿红色的。谢谢锦苏动画。找个音乐好吧，等一下哦，找个音乐放一下，谢谢金苏的奶茶。太安静了，你知道吧，今天什么类型？你们，拍的啊 ，for 的话，哎呀，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因为我找的，那个什么拍的，随便就是找那个叫，完了，有点想不起来叫什么了。谢谢鱼鱼的蹦迪，拍。然后他说横屏还是竖屏，我心想，拍近点，拍横屏吧。结果他给的大远景，大远景，同志们，看不清我的脸。人已经哭了，不是张老师，谢谢一某牙，我又不想发了。对，小卢给我看，人哭了。我本来想说拍横屏，就是想着说这样的话脸可以看得清。他拍的很大全景啊，确实是横着了。横的我都看不清楚，姐姐没有拍，今天什么都没有。谢谢左一同学的夜底，我一会儿去问我，等一会儿去问问张老师有没有给我拍两张吧，因为他不在，但我后面已经 MC 的时候问了一下张老师能不能帮我拍，我现在就看一下。
又看了一眼，真的不能看，怎么办？感觉浪费了。我只能再去洗洗十月的权杖，看不了，我的脸都看不清楚，太糊了，太模糊了，而且不好看，说实话。谢谢张张抱的权杖，就是因为是全景，就是没有舞台感，不太好看。谢谢我要抽风了的权杖，谢谢王脂肪的权杖，谢谢龟的权杖，谢谢左一同学的夜蝶。练习室我不喜欢拍，很多不喜欢拍练习室是因为我觉得它需要灯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吧？钮钴卢安的夜蝶。哎 ，PV 怎么忍住不笑的？我因为拍那个 PV， 我右胳膊都脱臼了，感觉好痛啊，好痛好痛，超级痛！我现在就这样都动不了。谢谢企鹅快跑的夜蝶。很烦啊！我已经连续三次这样了，都想哭了。谢谢医生宅叔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发视频。其实之前的，要不然我之前的发一发好了。谢谢小吴的荧光海。就很难受，你知道吧？因为没有灯光了。谢谢爹。以后拍吧，以后是啥时候？谢谢可爱，可爱什么？你被挡住了。谢谢企鹅快跑的夜蝶，谢谢可爱老太太。挑这几次里拍的最好的，有点不想发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表现的不是很好。谢谢小吴喜欢姐姐的荧光海。就我上次也是，就是拍，谢谢处心积虑想要把可乐的翻的权杖，你的名字好长。谢可爱老太太。如果是我不喜欢，就是我觉得不够好的，我是不会想发的。谢谢手工打拉面的巧克力，谢谢维恩。谢谢里脊肉串，所以就很烦，因为拍也拍了。厦门的照片早就发完了，没什么照片，因为还有拍的图没有发。谢谢小苍蝇，自己的话自己有拍，一些自拍乱七八糟的吧，不记得了，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图没发呢。只是觉得少了一点东西给你们看，所以才烦的。我自己就觉得话，我自己倒是觉得少了一点看到我自己美貌的机会，你知道吧？因为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谢谢钮钴卢安的蹦迪。我照镜子，我不想我的美只有我自己看到，我也想大家一起看。我光我自己看到能当饭吃吗？当然不能当饭吃。我让大家看到我，至少大家夸我，我还有点精神食粮。谢谢喵喵的蹦迪。我今天化的妆很好看吧？因为这个灯光照的眼睛有点灰，但是还是很好看的吧。我特地把眉毛画得很细哦，而且只画了后面，前面都没画的。前面我只刷了一下，你们看到了很久，所以你们感觉是没有和平时有点不一样。嗓子都哑了，因为我刚回翻牌，感觉回得很快。谢谢肥皂皂，因为感觉有30多个，我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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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就那个文字啊，我的话就漫天飞。谢谢瑰宝，导致我现在说话都很快，我必须要喝点水。哎，这水怎么看起来有点
总觉得有点浑浊，是这个包装的问题吗？看这个，嗓子还好，还是有点痛，就是我一痛，我这里会肿。肿的话就会显得我有双下巴一样，所以我就不喜欢。没有打开的水，谢谢修卷儿。可能是有点发炎吧。谢谢七奈，谢谢七奈的夜蝶，谢谢企鹅快跑。这个发型就是不太。和我想表那个不是表，和我想要找的那种不太像，不过今天能赶上已经不错了。你们知道吗？虽然这样说真的很抱歉，很那个，但是今天那个出事儿的时候，我甚至都在想，这是上天在怜悯我没有做完发型吗？谢不早睡就偷偷的荧光海，因为我们姐说叫什么卡，哎，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咋说的，我说啊谢谢依依，嘻嘻，我们演之前卡了好久，那应该就是了，上天都对我这么好了，那谢谢谢谢谢谢，以后希望可以再对我继续好一点。我觉得我最近都懒惰了，也有点那个什么了，就没有之前那么那个了。拖延症真的有点拖延症，人就是每天很累很困但是又不够努力，直播卡的时候急死你了啊。确实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 PV 嘛，第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我当时剪的时候有8分多钟，我发给了姐姐，姐姐说太长了，就改了好几次啊。我手乱，我的手刚感觉那个伤口那里有个小皮儿，我揪了一下子，这好痛。我以为它是快掉了，所以我接了一下，啊，痛死。没有没有抠掉，是它旁边。刚说什么，说到哪里都忘记了。哦，那个 PV， 拍那个 PV 的时候，就是，没留疤，好的，8分钟不发出来了。说实话，就是我们当时自己觉得好玩，然后就拍的时间长了一些。本来想的说拍，因为就想拍短一点，这已经是剪过好几次的了。也是昨天剪的，我昨天录屏要录歌嘛，录屏睡着了，谢谢静。然后没什么东西了，就是都一样的内容了，就是觉得太长了，是结束太长了。我当时想的是可以拖延一下时间，用这个。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就是在那里等待的时候，觉得真的好长啊！这个5分钟，我们自己看的话就觉得还挺搞笑的，因为是和大家一块玩什么的，但可能放出来就会觉得有点，你等待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还有几分钟？好久，谢谢。
叉子没有真的睡，他是刚醒，刚醒了之后我们就来了，然后我们就说你在那继续睡吧。不是，是故意让他在那里睡的，因为我觉得很搞，不觉得很搞笑吗？昨天本来就是看不到叉子的，被字幕挡上了。我昨天晚上看了，就是从头看到尾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叉子被弹幕挡上，这不是弹幕，字幕挡上了。我说他被挡上了，得给把字幕挪开，然后就把现在就把字幕挪到左边去了。就为了露出他。哎，今天的这个歌单可以换一下。本来想的是也拍成就是。因为本来就之前就是表演一个节目嘛，我说一个节目太少了，因为我之前我没有太看过最佳拍档，我们那场公演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发现大家都是两个节目，我还奇怪为什么会有两个节目，然后就问了一下才发现，哦，原来可以这样子搞，只要搞短板就行。我就想那我们也表演两个，但是因为古装的造型太难改了，所以就是想着拍 PV。谢谢不早睡小兔头。嗯，我怎么感觉大家更喜欢这个？其实我自己更喜欢这个可爱的。谢谢一颗山楂丸，谢谢莱姆，谢谢莱姆的权杖，谢谢山楂丸的一叠。本来还想着说。多拍一些东西的，我还有好多想拍的没有拍，但是就差不多够了，就没有继续拍。这个衣服真的是，谢莱姆的前任，其实这不是睡衣，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穿出去，因为没有裤子当睡衣穿。谢谢杨洋。不知道哎，我们现在要选东西，我们现在要选歌，搞什么后面的那个，搞那个证件。谢谢。谢谢这个玲玲，头发好多呀，给他弄一下。对呀，就觉得好快呀，真不想。我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我一定要好好吃喝一下，我要好好的再睡一觉。真的好快啊！谢谢金苏。真的很快。嗯，小蹄儿声音啊，小蹄儿，哎，没声音，小蹄儿，喂喂喂，对呀。你听得见我讲话吗？我爱你，你爱我。你听不懂，不，你听不见我讲话。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待会儿来，待会儿见。啊、我忘开声音了。哎、啊、，sorry。哎，这尴尬。嗯，没事，我原谅你。我的声音呢？我你这件事我半天会嘲笑你的，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嘲笑你。啊 ，OK。今天我睡觉之前，我一定会。想到这事我会笑的 ，OK， 好，我想问问你，今天你这个舞台的，你这个是什么样的
一个情节采访，因为我觉得表演特别的好。真的吗？就是学习一下。对啊，我觉得这种古风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古风的感觉，然后想问一下你是今天表演的这首歌什么理念，就是霸王虞姬，就是我就是去查他们都干了些啥，就是死之前哦，我看过那个电影虞姬，我以前也玩虞姬，我真的哦，你演的是虞姬是吗？对。我天啊，好像，我说你刚刚怎么这么的像虞姬，原来你是演的是虞姬啊，天哪，哎，你这个你见过人家呀？我就是网上看到的。哇，那你就是你不会说的游戏吧？你继续说你的理念。没有什么理念，其实就是想着要演这首歌，但是很难搞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需要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所以就想着说，当时就提到了这个霸王虞姬，然后呢就想着我们去演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当然要演它就是最有名的东西啦，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哎呀你怎么还记着了，我你是不是在、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先你先废话，你只要记一句话就好，你就当、你就继续说，你就继续说，我继续、就记一下好吧，好，你说完了啊，然后就是说完了，要演这个，你当然要先了解一下，你就去查了一下发生了什么。哎，发现他们死之前呀，喝酒呀，聊天啊，然后跳跳舞呀，表演一下这个虞姬给这个霸王表演一下呀。哦，同志，那我想问一下你，然后我就为了他，就是、我觉得他不能因为我、不能就是心里总是这种牵挂着我，你知道吧？我就想着我得离开，我就想，哎呀，快点，哎。我懂了，我看过那个电影《霸王别姬》，所以我知道你们说的情节，我非常的。但是那个电影是那个电影，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演的不是那个电影里的，对对对。哦、反正你们是什么时候构思的呀？什么时候构思的？大概这两天吧，就是很久之前想，但是没有具体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一个大通话。哦。光想着说，哎，我们要怎样？但是所以今天就是说特意的，哦，现在你真的觉得特别棒，我看看你是画了什么旺仔小牛奶？没有，我记啊。你是在画画吗？好，你是不是在画画？我可不信你有在画。姐把我刚刚画，我刚刚说的话一字不漏的给我描述一下。你现在看着你的笔记跟我讲讲。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今天采访了一下你，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合作。别下次有机会，现在我要听。比如说我根据，比如说我可以以后可以就是根据看过的电影，然后进行一些构思，对不对？当我没有灵感的时候，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很聪明的想法。嗯。什么卡了？没事，现在就好了。好，我真的觉得小慧老师。你这样吧，我很喜欢你，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些动漫呀、变身呀、奥特曼什么打个小怪兽之类的，非常有想法。这样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现在嘛，你得装帅呀，你得参考一下人家的武术动作，对不对？你看是怎么我参考奥特曼的那种动作，我愿意当你的小怪兽。你不要把粉丝磕死行吗？我们俩听这样听上去有点太好磕了，好吧？那我做奥特曼，你做小怪兽，好，那有点太好磕了。OK， 好。那么今天其实我就想来采访一下你的这个一些这个舞台，然后再一些经验嘛，因为你一直很惊艳，你的所有舞台都让我很惊艳，我很喜欢你。对，那我们下次就表演奥特曼与小怪兽，我们俩也很惊艳。好，奥特曼小怪兽，好不好？好，那我先走了。好，拜拜，拜拜，拜拜。还是没有看他的笔记，他肯定没有记。看看啊，今天直播的人好多，现在好多人直播。谢谢木木，今天演啥了？你自己去看吧，我还给你口述。这个点堵车，谢谢木木，
1188，嗯，我知道今天有公演。那这么说的话，我们队岂不是也要快有公演了？嘻嘻，静苏，是啊，今天好多人播播，连一个不知道连谁，连了干嘛呢？我现在没有什么项目跟人家连了，让人家尴尬，这多不好，是不？找点玩游戏，玩啥呢？嗯，玩什么呢？我也采访一下今天拍的，说实话我今天都没有看到大家表演了什么，没看，因为我在化妆，我就是太突然了，告诉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表演完了，我还在那儿化妆呢，我在那儿看动漫呢，我在那儿哈哈哈哈呢，因为我是那种我化妆的时候，因为我太讨厌化妆这个漫长的过程，必要找点自己快乐的事情一起做，你知道吧？然后我去查，就是这个妆该怎么画，首先就先把我的眉毛画细，然后画一些粉粉的腮红在这里，就是这个红，然后从这里红，这块要更重一点，这块要浅一点，就研究了一下，但是这个光照线，我把这个手机弄一下，我看会不会好一点，看不出来，可能因为这个灯光太亮了，算了。不然我怎么变好，就是不是也变好看，不然我怎么不一样的，肯定要做一点改变。虽然现在这个灯光照的人的隐形眼镜不太适合，但是在舞台上还好啦。要努力呀。对啊，我把点点都换成红色点点了。我看他们点点都点在这里中间，但是我不想在中间。而且这个点点也很有讲究哦。不是说点点它可以就是痣啊，它可以让人的脸就是面部有点变化，如果这个点点我太往上点的话会觉得我中庭很长，所以再往下一点，如果现在再往下一点点就好了，可惜我已经点了就没法改了，点在这块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有种妩媚的感觉。我跟你们说我是哪里过敏了，就这儿还有这儿都红了，像长了小痘痘一样的那种，但是没什么感觉，就是摸起来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突突，但是摸起来看就是化完妆的话也看不出来，不是很痒，但是我对那个胶水过敏，之前在这里贴了做完之后接下来之后就肿了，不是小粉刺，是对胶水过敏，之前贴了钻嘛在脸上，我已经对很多东西都过敏的，现在已经算很好了，不应该穿黑色的衣服的，都挡上我的头发，有可能是粘的太久啊，不能太粘人啊，也不是啊，可能那个胶不是我这种敏感肌肤用的，到时候问一下我们这个姐姐，他说我可以当美妆博主，我本来觉得我不行，我现在觉得我行了，我真的觉得最近真的非常有灵感，我觉得我大概就已经参透了这种东西，就像公式一样，首先先上最浅的再上深的，就这么简单，然后再加一些自己这种自己的感觉，发个美妆的 vlog， 也不是不行，过两天吧，让我休息一两天好不好？我好想吃好吃的，好想吃冰淇淋，我现在不能吃了，确实嗓子也不太舒服，我那个音源用的是我以前就是下一站是你的音源用的是我以前唱的时候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别人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分轨的时候就去找的
我们北京的老师要的，我就去找他们要的，他们还问我着不着急。谢谢金苏。我本来想说要是来得及就发给我，我来不及就先算了，因为不太好意思去麻烦人家。谢谢金苏那个名字。你是不是在上学？写蚊香挂的一叠，写蚊香挂，是吧？我也觉得很神奇，姻缘竟然可以找到。我之前在上海中心录的演都没有找到。太好了，今天也不用着急，这几天都一直很着急，因为大家来找我们玩没有时间玩。最近的歌，哦，最近的歌可以啊。哦，不行，我现在传不了，现在的电脑不知道能不能传，好像很麻烦，越来越麻烦了。我太久没留过这么多的头发在旁边，有点不习惯了。谢谢瑶瑶的夜蝶，谢谢。本来我想当大帅哥，今天结束对啊，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你们有没有人喝茶百道的新品啊？我真的太羡慕了。谢谢乌龙球，喝了好喝吗？乌七。他们说那个乌漆抹黑要加奶盖的，不加的话没有那么好喝，太甜了。鸡蛋的话我听说要五分糖、哦、好像是。嗯，怎么回事，我这个弹幕又要自调了。蛮好喝的吗？鸡蛋的，他们说鸡蛋的没有鸡蛋味。芒果那个，嗯，我之前特别喜欢喝，等我看一下，之前特别喜欢喝那个乌龙什么什么，椰椰乌龙，什么芒果椰椰，忘了，呵呵。我上次说那个青团是什么来着？你是说我那个青团什么牌子的吗？那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只是在。看到别人说有这种东西，但我没有不知道什么好吃，应该是古茗，有，但是他们有人说去点，但是没有这个料，可能是古茗的青团吧。是啊，太久不喝我都忘了，以前天天都喝的。谢谢仿生人的玫瑰花。看一下，哇哦，谢谢雨诺的蹦迪。哦，谢谢怀风月坛的皇冠，谢谢你，谢谢。我本来还自己留了那个呢，本来自己还留了血喷的那个血，你们知道吧？我想着等我演节目的时候我就用它喷，我就大早上起来去实验，结果那个喷跟那个水柱一样唰。谢谢小苍蝇，谢谢楚楚。血不是血，今天的编发不是我编的，今天编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我给你们，我拆一下吧。哎呦，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哦，是这样子的，哦，天。
天哪，原来是这样子的。我的头发都不用戴假发片了，因为太长了。是啊，再不出去我真的是又变夜华了。嗯，是啊，是可有可以剪头发，但是我不想剪，因为这是假发，我不可以剪，剪短了以后，因为它这个假发我可以再用一次的，如果我剪短的话就嗝屁了，我必须要留着等解封，然后去人家店里拆，拆了之后它可以再用一次，因为我这个是比较，因为它现在发质很好，你看没有，发亮发光，而且有我好好的保护它，每天给它涂很多东西呢，很好的。所以我要坚持用它再染一次头发。谢谢西兰花儿，头发在乱，本来想梳的头发啊，我不舍得拆了，虽然这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谢谢木木，留久了都有感情了，给他们取个名字，不必，我这么多呢，这么多这么多根。谢谢苏荷的一碟，谢谢柚的奶茶。希望一会儿他可以随机播放到喜欢听的歌。我要去拿那个，拿个充电器。啊，我看这个是不是？好像是。哦啊哦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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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线怎么连在一起的？嘿，等一下哦。连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哎。哎呀，好奇怪啊！哎呦，我飞来了！我要让你们挪个位置喽，因为要充个电，手机要没电了。嘿，啊，还是不行，还要再往这边来，那就换个位置。哦，哎 ，OK， 嗯，你的屁屁。把它这个也挪一下，好了，就是会被挡到了，这样子就好了，还挺麻烦的。哎呦呦，不会搞了呢，因为它这个开始松了，好奇怪呢。哦，松了，它的架子松了。好，充个电，可以充上。它
的脑袋会不会充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再这样我的脑袋就要充血。不动，好痒痒哦，这个疤挠一下它周围。晚上还没吃呢，一会儿想着吃点什么，吃什么呢，把它拆了吧。这个发型想的要打结了，我头发都要打结了。吃水果，不吃水果。不想要这个。我跟你们说，你们说为什么达利园的那个小蛋糕它要有反式脂肪酸呢？如果它没有的话，我就可以吃很多了。有才好吃吗？为什么一定要有？我在小卖部买了一份。哦，你给我乖一点。本来想做的发型是这样子的，稍等啊。但这样容易显得自己脑门很大，又给揪上去了。他们好像这样子的。然后这边是留了一点。哎呀，因为他喷了点胶，导致这里显得有点那个了，显得有点凸。瘦的不会很多吗？我超想吃的，我这两天只吃了一个，但我买了一包，就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是谁说的，说有什么反式脂肪酸，所以我就没怎么敢吃。但是我这两天吃了很多东西，每天都在吃，就饿到人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病了。就每天吃很多，因为我每天做核酸都要去一趟小卖部。你们知道那种压缩的那种鸭腿、猪蹄，我之前给你们讲的那种，我都天天在吃，就吃很多肉类，然后肚子就变大了。我都在想，为什么以前我吃那么多甜食，吃那么多零食，我肚子没那么容易变大？但是现在肚子容易变大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肉吃多了？不应该是甜食吃多了，才容易变胖的吗？对，我想做的是这个脑袋上有一个包，然后这里头发是垂下来的，这边垂下来的，然后呢但需要发包了，然后再这样子再给它这里鼓鼓的。你们知道刘亦菲演的那个吗？很漂亮那个发型，但是那个需要点假发，没有。但我没有，我只能这样子。好刮，刮才不是这个呢，刮的话就不能这样子，刮的话就要这边梳上。如果刮这边不梳上的话，就会显得脑袋尖尖，不太帅啊。对，就跟重力那样的，但我重力当时有点后悔啊，我当时重力的就是刘海是这样子斜着，像八字刘海一样。但是其实我发现这种垂下来的更显得人有那种洒脱感。哎呦，今天刘海一般般吧，因为没有太着，因为太着急了，没有好好搞。哦，没有那个了呢。
这样吧，这样就是小团团。嗯，是啊，我确实很严格啊，我有时候也很烦，为什么我要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嗯嗯，不行，怎么回事？怎么这屋子里没有皮筋的？我最近没有带我的红色串串。我跟你说，我的那个手串都断了。啊。嗯，怎么会这样？哎呦，这里太鼓了。因为我前两天干嘛来着？没有带。前两天干什么来着？所以没带。忘了。太鼓显头大。嗯，那没办法。小青有皮筋不？啊，桌子上不是有一个吗？我刚才放了一个在桌子上。哎，我刚刚明明记得也有个皮筋的，竟然不见了，去哪里了？嗯，嗯，你看一下地上有没有？哦，在那儿，被你踢进去了。记得好，跑完了要给我放下哦。好，只有这一个皮筋。这么可怜，那我送你两个吧。没有，我这个给了。这个皮筋确实啊，还有个小东西呢。其实我跟你们说，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一次就梳这种头发，然后就有人就说。办公室里不知道是谁，就说我适合演古装，让我去演古装。这么多年了，怎么没有让我去演这种？其实也有了，但是当时说让我减肥，我当时我心想要减成什么样，但是当时确实肥嘟嘟的。然后我发现有时候也不是减肥不减肥的问题，因为当时在很烦的时候，你给我讲什么我都听不进去。哎呀，这根头发好烦啊。嗯，当时还是肥嘟嘟的，我是后面才瘦的。就我是这样子的，刚开始还是挺瘦的，但是脸胖，再后面呢胖了的时候脸瘦了，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我胖了，后面所以我就胖的肆意妄为的胖，越胖越胖，胖，后面胖到一发不可收拾。是吧，我也觉得我明明很帅的，好吧，怎么瘦的？嗯，当时就是不吃呗，还能咋瘦？嗯，所以这种容易反弹。但是当时还有一个是熬夜熬的，虽然这样说出来有点那个。好像就是很不科学，但其实是真的。我当时熬夜熬得太厉害，我脸都凹了，把我胶原蛋白都熬没了，所以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有点差，但上镜之后反而显脸瘦了，很无语吧。现在不行了，因为当时年纪小呀，说熬夜会胖，但是我是当时这样子的，但是不吃，但是你也要熬夜减肥？不会的，你熬夜只会变肥，你不会减肥。就像我现在也是，我现在熬夜我也变肥，我也不会减肥。我当时是不吃，所以才瘦的，但
但是脸凹的原因是因为减肥。但是你现实生活中会想丑吗？你又不需要上镜。我当时饺子说我看起来老了十岁，真的，我当时心很痛。哦，我今天的妆很适合扎这种头发，同志们，很帅啊，对吧？以前熬夜14天暴瘦15斤，哦，你不会也是熬夜不吃饭吧？我不是说我啊，你说好牛啊，你是不是说那个人？我之前也是呢，我之前就是天不吃，然后我就那什么，当时天上学我就不吃，因为我要减肥，我伤心的。减肥减肥，然后我就不吃不吃不吃，然后花一个星期就瘦了10斤，厉害吧？然后2-3天就回去了，我后面一吃2-3天就回去了，因为掉的都是水分。啊，这个怎么取下来？不会了。我最近长胖了几斤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早上，所以你想想晚这，而且这个有了早上很恐怖的一点是晚上没睡，有了早上导致我少了很多睡眠时间。你放心，我现在都不会乱减肥的啊。这个该怎么搞呢？不会啊，很笨啊。要把这个放进头发里的话，哦，是这样子的，哇，会了，还蛮不错的。不睡不困吗？当然困了，困的。哎呀，哎呀，不给力。没插进去，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插进去？你这个问题问的好呀，我想一下，有些人的黑眼圈是天生的，我是那种也会有，但是就是稍微浅一点，不是能因为能遮，这跟遮不遮没有关系，遮是肯定能遮的呀，但是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吧。这真会说话呀，说话让人觉得要想打死你。对，有些人就很惨，天生就有黑眼圈。我看过那种小宝宝，他还是小婴儿的时候，他就这里是黑乎乎的。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小宝宝他皮肤很薄很白，就是很白嘛，所以他下面的血管，所以看起来会有点像黑眼圈的感觉。就像我表弟，他从小一笑全是鱼尾纹儿。天生就有泪沟，没关系，泪沟都还好啦，像黑眼圈啊这些东西都还好。我觉得黑眼圈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美貌，哎，但如果变成真的很黑很黑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以前我们有个 staff 哥哥，他像黑，他像熊猫一样，真的。超黑的，真的不夸张，真的一点不夸张，超级超级黑。我当时心想，这就是也蛮有特点的。有些人天生就是，也很难搞，但是现在都会有医美这种东西，大家可以去试。但如果你们平时生活中也不需要干嘛的话，也不需要。我也会有黑眼圈，我是那种看时候吧，有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熬着熬着，或者化着妆化着化着，你这叫什么呢？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哦，回光返照了一下，你知道吧？
人很奇怪，就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自己容光焕发，后面就不行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词，但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就是感觉我快不行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我觉得自己快不行的时候，我一看到自己觉得自己哇看起来真好，然后别人就说你这是不是，他们就这么说我，然后我导致我现在有时候我就会这么想，你知道吧，就像我化妆，我这几天天天在化妆，我已经连续化了，今天是第三四天了，第四天吧，然后每天是带妆超级久，带妆可能就超过12个小时，然后我除了昨天这里长了一点点小小小的痘，它现在没形成痘，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形成痘的那种潜力痘。嗯，其他就还好。过敏是因为胶水，这个跟休不休息什么都没关系，也跟这个，对，他后期一定会很有潜力啊，我相信他一定会努力变成一个漂亮的小豆。我也想扼杀他，我以前用过那种祛痘的那种膏不太行，除了有一次用了一个东西感觉特别有用，但忘了是什么。哎呦，我感觉我现在这个这样子比我刚刚还要漂亮，因为这种发型显脸小，把头发梳起来会显脸小，头发垂下去会显脸大。我就比较适合把头发搞起来，什么时候当刮，这还分时候吗？我把这话收回去让你说，我不，我就要自己说。我现在就是夸，没有办法，市场需要我偶尔当一当花，我本来也不想当花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吧。你说人家让我去，比如说人家那个什么时候，我只能说什么时候大家需要我当瓜，就比如说现在更多的是大家需要我当花，需要我帮忙。哎，确实个子也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想了想也还好啦，我自己也不是很对于个子矮的也不会有什么，如果他很矮但是长得非常好看的话我也是可以的。对啊，这种东西店一店大家都有。西西，西西的话，哎，也不是不行，但是吧，那我也得垫呀。西西当我的花吧，这样可以，可以。要找就要找比自己矮的，这样话才能当瓜，对吧？找比我高的也没有关系，大不了我穿它个20-30厘米。不信了，我把那种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那种厚底鞋啊，我给它穿上，我找个长裤子一遮谁也看不出来，大概就哇这个比例绝了，91分。什么91？19分。但我没说。91分，全是的。我也不想，我觉得64就啊，不是46就挺好的，对，46就 OK。确实，做梦我都会笑醒。很多瓜也没有比我高多少，也就高个这么一点点。穿鞋后，不是穿鞋后，穿鞋前也就是高那么一点点，我也没有很矮，好吧，不要总说我矮，我
还行，只是对于高个子来说不高，对高个子来说矮，对矮个子来说就挺高的，知道吧？记在心里哦。嗯，看一下啊。刚刚在看那个什么，在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在直播，看到了有 一两个不是很熟悉的。我搜那天钢琴没有非常高，就只不过我以为它不是很高，结果穿上去之后，我另一只脚没穿的时候，我另一只脚是这样子的，你们懂吗？困了就去睡吧，不可能。一看你就是不怎么熟悉我的粉丝。对，我的另外一只脚是垫着的，没有一米七，哎，说不定。但是我觉得没有一米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前面没有那种水防水台，前面太低了，后面就相当于我只是把脚垫起来。对吧？是新房啊、哦！我能今天晚上睡觉就不错了，不知道明天又是不是又要做核酸？啊，生气生气啊！啊，为什么？我现在还是好看的，我怕到时候跟你们见面跟你们表演的时候不好看了怎么办，那拍出来的东西不好看了。嗯，谁能想到呀，我在这种封住的时候学会了化妆，化的妆很好看但没有人能看到。嗯，很难过。嗯，那不一样，隔着屏幕看到的东西太少了。嗯，解封了画的更美，真的吗？我让你们看到我很多漂亮的照片，因为我自己拍的太丑了，我不会拍照，我希望大家给我拍。因为我不会搬呀、啊，哎，以后不干这个可咋整啊？找谁给我天天拍照？哎，不然妆都白化了，拍不下来这种。找路人啊。看到一个人说找对象，我都脑海里立马浮现了100个那种女生因为对象给拍照给气哭的视频。真的，我可不想要找，就要找专业的，好吧，比我专业，至少比我专业。我给我自己拍拍不好，给别人拍虽然也拍不好，但是也经常会拍到很漂亮的照片。而且不就是手架在那儿吗？我只是不喜欢自拍，因为自拍最多就只能这样拍下，这样拍下，这样拍下，用手我已经伸到那个手伸远了也不行，我经常需要两只手才能拍，因为一只手会抖。你学摄影的？浅带下胡歪歪，
找个代拍，那找谁好啊？你说找个代拍给我拍是吧？我要拍的还好吧，他看情况。我今天才知道怎么修图，同志们，之前一直不知道，所以我之前一直用的是那种相机，因为我不是我今天才学会怎么 P 图，就是我今天学会怎么就是怎么用原相机拍完拍照，怎么修，先按磨皮再按美白。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太对，但是我之前不知道就是怎么样让我就是看起来好看一点，我说我这么黑我咋整，然后我就用那个去黑眼圈，然后给我脸涂了一下，给我身上涂了一下，之后发现好奇怪，我感觉我脸上套了一个隐形丝袜的感觉，你们懂吗？但是雾蒙蒙又有东西在脸上，很奇怪。我现在发现可以一键美白，我竟然之前忽略了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我之前怎么，所以我以前直接拍照的时候用那种美颜相机拍，所以它拍出来可能五官看不太清楚，因为而且它总是加一些很奇怪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关。我有时候感觉关掉，但是关掉以后总觉得脸上有一些东西在脸上，但又，所以我每次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不用考虑这么多了，所以我才说我经常拍的不好看。醒图我不太会用，醒图现在还用的是美图秀秀。但是我以前 P 图很厉害的，只是发现时代在进步，我现在的厉害已经不够用了。对，我发现原相机拍出来的我更漂亮，但是我的原相机就拍不出来那种感觉，可能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别人的原相机拍出来都好好看，所以我就让别人的手机给我拍。因为美图秀也在进步，它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小头我很喜欢，因为我经常自拍的时候会脑袋这样子，或者是头很往前显得头很大，所以我喜欢那个小头，所以我就爱美图秀秀，就像我爱麦当劳，因为麦当劳里面有我喜欢吃的香芋派一样。美瞳是美瞳是一个牌子的一个灰色，那个牌子叫 C 什么还是什么玩意儿。醒图也可以小头哦，没有怎么用过醒图。我找到了我的口红，原来在这里，之前丢了，找到了，竟然落在了这儿，这个好好看的。刚开始还嫌弃它，但是后面发现它还蛮漂亮。三 C， 这是什么 ？FJ008。现在口红确实今天还不错吧，除了头发有点乱以外。我当时想的是来不及做发型，我就梳个马尾上去，这样一绑得了。我心想完了，完蛋了，准在这里。我们阿姨都说了，阿姨说你每次都把自己打扮的那么漂亮，怎么今天没有来得及呀？我说阿姨，我说我还以为是公演结束以后再拍呢，拍糖。我心想着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不能提前就搞好，提前搞好人会变累的。在那着急，是啊，所有阿姨都知道，我竟知道，因为阿姨也会口口相传，你知道吧？是啊，是就是我们姐姐给我发那个语音通话，我心想是叫我下去做造型了吗？结果她说小慧快下来了，第一组已经表演完了。我说啊，
整这化妆呢。对，突然间手就开始抖了，因为平我是慢慢的就还好，慢慢的就还好，一着急啊，你们懂吗？然后我直接带着化妆品下去，我心想不化了，我直接下去，因为要做造型呀。然后下去更恐怖，下去更恐怖。我刚坐在那里，周周说：“你们第几个？”我说：“我们是你们前一个。”他说：“第三组都已经表演完了，你们是第四组。”我们姐姐当时吓得手里梳子都要掉了，你们知道吗？后面发现哦，不是，我们好像是第五组吧。真的，我们姐姐都吓死了。我们姐说你，我说姐姐没事儿，你看着来吧。就是我真，啊，什么蹦迪？不是，是我们姐说你赶紧去换衣服。然后赶快拎着衣服我就去了，我就拎着衣服在那儿瞎穿一通，我就又跑来了。一坐镜子前人就没话说了，我说为什么那衣服穿的非常乱，你知道，因为是古装，它有里三层外三层的，从里面的第一层就开始歪了，后面的每一层都在歪，然后它又需要系带，一个外套就得系俩带，然后我当时想完了呀，然后我都不管了，我直接在这个做头发地方开始拆衣服，在这儿，姐在那儿做头，在那儿弄衣服，妆都没有搞完，但我心想看了一下自己的脸，我觉得算了，戴上隐形眼镜就很漂亮了。我本来想给自己再加些花色，还好，真的比我想象中的漂亮。我想的是，我之前拍梦想岛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大脸蛋儿，但是出来效果还蛮可爱的。今天应该也还好吧，结果没想到没卡了，卡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搞完了，就我已经搞完过去了，然后跟我们说还没有结束，好像怎么着的，然后说啊那还有很久时间，我又回去了，又回去把衣服搞了一遍，但是头发实在不行，因为头发本来就很多碎发，就会显得很乱，没有。我已经好了，但是就是还没开始呢，就是我们视频也开始还没放呢，又等了很久，所以我站在那里又等了很久嘛，然后又等看视频，所以在看视频那五分钟里我觉得好漫长啊，怎么能这么时间能这么长呢？因为刚开始太急了，所以我已经行动就是加速了，你知道吧？他后面突然又让我慢下来了，人就开始有些不适。对，就有一种时间太长太久了，就像这首歌现在立刻复习一下动作，我不会开场前让自己这么慌乱的，就是我是说这种动作的东西，就我会复习一下，但是我不会让自己一直练一直练，因为我必须要留下来让我就是进入状态的时间，会紧张吗？还好，之前更紧张一点，现在没什么紧张的，就是觉得再怎么着也就是也不会出什么错，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吧。之前如果我紧张的话，肯定是因为我会担心这个道具，会担心那个人员，或者我会担心很多东西配合不好。但是，就比如说我们要。就是我之前的舞台可能一会儿要切这个景，一会儿要弄这个，但是我今天在彩排的时候就跟哥就说得很清楚，然后我看着他去就是切的，所以就告诉他几个八拍搞弄什么，这个八拍弄什么，先切他然后再切我，这个时候切什么，这个时候切什么，我就全告诉他了，然后就过了两遍。因为我之前上一次很紧张是因为我根本没过，我就是没有整体的过，是直接就是我把道具弄上去，然后试了一下道具，舞蹈也没有跳出来，因为我要试一下那道具安不安全什么的，
就结束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镜头会不会切什么的，就很担心，会担心很多就是我无法控制的因素。我还没有看呢，我现在都还没有看，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因为我在表演的时候我也有关注，我看他有没有切错。包括他切割我就会，就是虽然说我你们看不到我在看，但是我有在看，就是我又一直在关注他有没有切对，有没有切对。包括我之前和那个小青跳 look out 的时候，因为最后蹦枪的时候我要确定一下是哪个镜头，但是我最后在蹦的时候我感觉他这边亮了，所以我先看了这边，然后又发现那边亮了，我又转了过来，但我的手已经落下了，所以我只能把眼神再转过来。但是我后面想起来为什么会这样，是可能是因为他会两个先开然后选，因为镜头他可能两个都拍了之后他会那个嘛，切镜的跟拍的是不一样的。对，今晚第一个镜头我抬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我哥的表情已经暴露了，我就很观察很仔细，我心里我在低头的时候我就心想不要切错表情，但是他很快反应过来了，是啊，是红灯亮就代表哪个镜，但是有时候他会一起拍，就是包括我们有之前公演羽化成蝶很多次哥哥不在然后镜头亮着，就是或者镜头都没亮导致不知道该看哪个。就只能就是一直盯着亮的呗，因为有的一直在亮，然后要么就是有的他一会儿亮一下然后中间亮一下，但是可能这个就没有，这个没有人在，所以你不知道他切的是什么样，所以没有办法。有时候我就不会特别想看镜头，可能是太久不表演或者是太久不看镜头的话就有点跟镜头就是有点生疏了，看的时候会有点不那么自在，总觉得那个时候不应该看，但是好像不看的话也不行，就有这种感觉。对，镜头都不亮，有时候可能就是中间的全景。谢谢摘星星。而且我是那种，就是我在拍梦想岛的时候，就有点第一遍的时候就有种笑，就是笑的时候就感觉不那么快乐，后面才稍微好一点。早八人啊，那你赶快去睡觉吧。为什么？就是现场会感觉没有那个表演的氛围感。拍了几遍，就两遍啊。第一遍是拍，然后第二遍就拍了。然后我说你选，就是我也没有看，因为当时很晚，大家要赶快去休息。谢圆乎乎的夜蝶。我就完全是，所以我担心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也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会很担心。有观众有时候也蛮好，就是虽然会紧张，只能说还好。谢谢丽丽晚间的猫的夜蝶，哇哦，很久没有见到你。我刚刚说什么？哦，我第一次云公演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因为镜头还有包括那哥哥还有大家坐在那里看你在表演，我觉得好奇怪啊，很怪那个感觉。第二次就习惯了，而且第一次的时候那个灯光照我脸上，我就觉得很难受，就是感觉很奇怪，好像自己在一个就是空间里，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所有人在盯着你，那种跟观众看你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对，有一种你就想象一下你在面试的感觉，
你就想一下你在面试的时候表演节目这个感觉差不多，但只是多了灯光，你面试的时候还给你打个灯光，是不是会容易紧张？但后面就好了，后面就很快乐。现在姐，我甚至我说句那个，就是有幸福的地方也有不幸福的地方，肯定不幸福的地方就是没有观众，然后你们也看不到我的这些表演，没有办法记录下来我的美貌，看不到没有镜头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呢，我在干嘛呢，我在偷偷做什么呢，你们也看不到，也没有这些帮我记录下来。好的事情就是我一化完妆楼下就是工作的地儿，化妆都能在自己屋子里化了，我甚至能休工作到一半吃几口，你知道吧。真的，居家办公也不用算你上车迟到，也不扣你的钱了啊，当然啊，因为这个也对，也不用特地早起三四个小时坐车去剧场。对对，这是好，就是不是好的，就是方便的地方，不方便的也有很多，就比如说就拍东西啊这种就会让我很难过，这种难过就跟就比如说我花了钱花了时间精力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想得到的反馈是这么多，但是最后只有这么一点。就很难受。其实我没跟你们讲我那个城堡的秘密，我去找了我们的一个老师，但是我就让他，我本来因为我想的是我让他帮我编一点舞蹈，让他帮我编一下 rap 还有那个前奏那块，其他我自己搞，结果呢没想到他说试着帮我弄一下，因为他也觉得时间很赶，然后他就帮我搞了一下，然后就也算是第二次找这个老师了，不是学校老师，是就是编舞之前的编舞的老师，就是花的钱去找的他。谢谢丽丽万剑的猫的皇冠。然后如果说没有那么赶的话，我肯定让他编一整首，因为编一整首跟编一小点儿价钱是一样的。不是 Sweet Trap， Sweet Trap 是男老师，这个男老师他编不了太女生的东西，我之前想让他给我编个女孩子的东西，然后他给我编了一段在地上的动作，那真是一个大动作呀，就是类似于 breaking 那种，你懂吗？我说老师我想表现一点女生的，就是然后一下就把老师难住了，老师该不知道怎么办了。老师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没事儿，随便来一下，我到时候自己再想一想。但是呢我们就是我这次找了这个编舞的老师，她是女生嘛，然后她是那种男生女生她都就是因为她就做这个的嘛，所以就是很会，就是编男生也很帅，当然她不会编，当然了如果是那种技就是那种
很大的那种动作，地板动作的话就肯定不行了。当然我们现在团里也用不上这些东西，我怕死，毕竟我还要就是身上磕碰一下就行了，我真的不想练着地。主要是我的牙也很珍贵，你知道吧？哎呀，一说到牙，我忘了，我牙医让我拍下牙缝给他看，我忘记了，因为那天太困了。他问我最近牙怎么样，我说，还行，就感觉有点牙缝。他说，那你把牙缝拍下来给我看看。我说是，为什么要连成？因为就有些就需要那种。你们知道吧，我手臂力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很多动作我就是很有自知之明，这个真是有点考验我啊，这个词。然后所以我就是黑三角是什么东西，牙缝是因为我在戴牙套了，我在戴牙套，它在移动你的牙齿，所以会有牙缝。单手俯卧撑，谢谢，就喜欢一天。我在床上说不定可以呢，我跟你们讲。哼，因为床它软。哼，哎不行啊，不行不行，床软更不行，算今天不行了，今天做不了这个了，下次吧，同志，下次啊。我当然穿裤子了，怎么可能不穿裤子啊，这是这个又不是裙子，这么短的上衣。今天还好吧，事情解决了就不累了。你们知道吗，我之前看别人就是化妆怎么改变自己五官的形象，就是靠贴耶。把自己的鼻子贴，不是拉皮，就是贴，就是说鼻子变小，你在这里贴个东西。当然，因为你是拍照嘛，你可以把那些贴的东西 P 掉。就那些美妆博主啊什么的，我才不是，没有，这是有根头发。我只是刚弄嘴的时候想到了，你们看过就是皮肤就是比较黑的女生画那种唇晕妆，很漂亮。今天看到的好好看，然后看到了有一个女生，她的嘴唇这么厚，不是抖音那个特效，她这个今天的随机播放。哦，怪不得，因为我这个没有会员。哦，好，播到1:35就关掉喽。哦，现在人很少了，我应该看看大家的舞台。算了，一会儿再说吧。谢谢库里，没事不用提醒我拍呀，我这两天会拍的。我要签到，后头会再超话。哎嘿，稍等啊，怎么网在那说？哎呦！连续几天？什么连续几天？你是说那个超话吗？我先进不去，给这个手机充个电试试，是不是因为没电？没有多少天，我经常断线，因为有时候排练或者干嘛的时间会太晚了，不太记得，因为我一直没有坚持下来，所以没有这个坚持的这个习惯。
只想起来我就会切。如果我一直坚持下来，有一天断线我一定会很伤心，所以我要每天都切，每天都切。网用不了，很奇怪，网用不了，为什么我还能听歌啊？有补签卡，不够我用的。哦，爸爸。你已经400多天了，好厉害，好厉害哦！每天，那如果像我这种，有时候我不玩手机，那岂不就很那个？果然就是，那你们就是因为要每天都要手机在身边，我有时候也挺希望手机不在我身边，但是不能丢啊，丢的话我还是会很伤心。我积分最高。如果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可能一天都不玩，因为作业做不完。我是大咖，我是 number one。 你们高中上学都收手机？哦，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收不收手机了，说实话没印象了，我记忆好差哦，想不起来了，还真没印象了。嗯，奶茶，嘻嘻嘻嘻的奶茶，谢谢包不理狗子，谢谢小苍蝇。应该不知道收不收手机。谢谢猪猪，没啥印象了。我应该不收手机，我还点过外卖呢。谢谢是奶酷玉木，想起来了，因为我之前点了一次外卖，在广播里就说了，我之前不知道，因为我不在学校，不知道竟然不能点外卖，然后我没有订中午饭。没有订学校的中午饭，当时还必须让人订，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没有订，所以我没有饭吃。我当时每天自己中午就吃魔芋面，没有说是我，但是就是说了，就是看到有人点了外卖吃，然后就广，当时我正吃着呢，就开始广播了，我当时还吓死了。我胆小的这种方面，知道吧？不想因为这种事情。我记得我很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有那种周一升旗仪式，然后有主持，我很因为我小学很害怕在大家面前说话。然后有一次我当小那个主持人，那天下雨了，我就要在广播厅里。去广播，然后就用麦克风讲话的时候，全校都有我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好紧张，好害怕，好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就说的非常的磕巴。哎呀，一直在抖啊，往前一点就不抖。喂，好，谢谢白胡子老爹。嗯，那个是我的非常害怕的回忆，因为太吓人了，当时就觉得我第一次在那个广播里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觉得好吓人啊，好恐怖。当时说话是假的吗？我一直就不是，好吧，我只是兴奋的时候就会那样子，而且我不喜欢这个词，
就觉得很多人他想撒娇的时候啊，或者他什么的时候要被说在用这种的话，就会觉得就是好像一个词就把这个人他在就是表现的东西就全概括了。或者是他紧张的时候他肯定语调也不一样，你怎么能用一个词就想着就用这个词就把他的这些东西就全部就是形容成这个样子呢？而且有语调也很正常呀。组成河南话。我记得我当时是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稿子提前，就是让因为你知道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你要在升旗仪式那天表扬一个同学，谢谢口实力，然后但是那个表扬他的稿子却要由那位同学亲自写，你知道吧？好尴尬，我当时在读那个稿子的时候就觉得很尴尬，对吧？就是自己夸自己。我尴尬是因为我每周都能听到就是小助手这个词，然后我当时也要读小助手，就感觉每个人读的都一样，夸自己的东西夸的都一样。对呀，就是老师的小助手，同学们的好榜样。我每周都听到，结果轮到我读这句话了，所以我自己在那里有点尴尬，自我尴尬。我没有给自己写，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夸奖自己的人。我被表扬过吗？有，经常被表扬啊。但是我刚开始不会被表扬，刚开始老师不喜欢老师，讨厌老师，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凶，而且是真的很凶哦，不是我说我觉得他凶，就是说话很过分的那种。然后，直到后面碰到了好老师。很可怕的哦，对，碰到好老师以后，被体罚，确实哦。而且我觉得就是老师也是，有些老师比较成熟，有些老师就不成熟，就是那种很容易发脾气的。他发脾气的话，他是一整节课都在发脾气。然后我们当时又有一个英语老师，他每节课都在发脾气，所以当时我们英语课真的是从每经常从头到尾都听他在那里发脾气，然后一节课啥也没学到，真的。大家应该都会遇到过，但是好老师肯定也有，就是我从五年级才开始遇到好老师，四年级的老师就不喜欢我。四年级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三年级考试的时候，升四年级考试的时候，那个老师是监考，我后面的同桌一直要找我要铅笔，他自己忘带了，一会儿又要橡皮的，就一直叫我，然后我就得回头给他，然后我就被那个老师给骂了一顿，所以那老师就不喜欢我。然后上四年级，结果那个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真的很对我很差。对，是坏蛋。他
他当时是语文老师，我语文经常考第一呢，那个时候他也不喜欢我，只有最后给了我一个进步奖，印象可深刻了，因为那是唯一一个老师就是把卷子甩在我脸上的，我不知道，我忘了为什么了，我肯定没有干什么坏事，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听话的，就是在学校特别听话，因为我小学有一点第三次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换学校太多了，人就有点自闭不说话了，所以我就不会干坏事。对吧，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就觉得这种事情就很容易一直记着呢，因为是小时候的事，当然也有很多很快乐的事，就我五年级的时候还好碰到一个好老师，我五年级又是语文老师当班主任，但是这次是一个好老师了，因为我语文学得好，所以他也很喜欢我，他天天夸我字写得好看，然后天天夸我，天天夸我。谢谢丢个东东，谢谢每天都是小可爱的佩奇的皇冠。因为四年级的时候，你想想那个老师语文老师，我又很努力的学语文，然后经常考第一，但是他还是讨厌我，人就很无语啊，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然后五年级就还好，也是语文老师，我当时就因为语文就考得很好，然后老师就很喜欢我，就夸我，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话多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兴奋，因为他真的每天都会夸我。然后五年级的时候我也开始努力学数学，因为数学老师这个时候是换了个主任，他天天占用我们的音乐体育课，天天学数学，一天能学五六节数学呢，都是数学课了，因为他是个主任，所以他有教数学，所以我们天天就学数学，然后开始被数学老师说了不过我很快数学就学得很好了，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当时就很努力，然后他也开始每天夸我了，哈哈哈，所以那个时候就过得很快乐。可惜因为我当时数学经常考得非常好，但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反而没有考很好，人就很难过。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当时真的很难过，因为那个数学老师刚开始也老说我老骂我，后面他也天天夸我了，然后天天而且是那种夸，跟别人夸你知道吧，跟别的同学跟别的班的，就是因为他刚开始骂我，他后面夸我，他就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大进步，我简直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就是你懂吗，就是那种学生。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弟我妹跟我讲的，因为我弟我妹和我上同一个小学我都毕业了他还在夸我呢。哎呀，在我们班也有夸我啊，他们，我现在想了想，好像高中的事情真的记得很不清晰呢，完全不知道每天在干什么，因为每天都好累好困，每天都睡不够觉，每天都在补东西。谢谢他们有黑白的大饼，不是不重要，是很重要，但是当时真的太累了，因为路太远了，很像那种每天要奔波，光在路上奔波就要奔波三四个小时。我每天放了学骑自行车要骑一个多小时才能骑到，你想想怪不得腿变粗了呢，都骑自行车骑的很远，
不知道有多少公里，我现在就可以查一查有多少公里。怎么学校找不到？哎，哦，找到了，从在哪里看有多远？18公里呢，好远哦！对吧？所以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时候老是丢，就是老是去学校路上迷路。当然只有放学的时候才会骑自行车，上学路上不会骑的。上学路上也太傻了吧，骑自行车，谁天天花那么长时间骑自行车去学校？但是太不方便了，我们最早的一班公交我记得好像6点多，但那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小时，遇上堵车我就嗝屁了，我就必须要先骑自行车去公交车站，再坐公交坐，如果堵车就嗝屁了，就已经嗝屁了。就是你们知道吗，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很不稳定，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很不稳定，哎，有时候就很通畅就不堵车，有时候就很堵，是这样子的。它嗝屁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多早多晚，而是因为你有几个阶段你能控制的只有你骑自行车这个阶段还有坐地铁这个阶段，你不能控制的就是坐公交，所以我最讨厌坐公交了。三环路，我当时不在三环，在很遥远的路，就是这样子，先骑自行车到公交车站，再坐公交车去地铁站，然后再坐完地铁之后再坐公交。所以只要公交这一步，这两趟公交有一趟公交堵车就完蛋了，要么就是你骑自行车没有赶上公交也完蛋了。所以我就说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我记忆里全是每天就是上学，哎呀，每天都是一场战斗，你懂吗？每天都在胆战心惊。对，我的记忆永远都在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心想给自己找乐趣，我心想我要骑成直线，我要超过前面那个骑小电动的，要么就是我现在旁边有个并排的了，什么他竟然超过我了，凭什么？他自行车一定比我的好骑，有的自行车很难骑，有的自行车一定好骑，你知道吧？但是我有时候去学校就来不及，而且打车打不到，我跟你们说很无语，超无语的，就是因为打车打不到。当然我当时的工资也太少了，不足以让我打车，不然每天来回车费都不够的。你从朝阳到海边，那你坐地铁要多久？放学不是全程骑车，有时候会坐公交。
我想想，坐公交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坐公交有时候觉得好麻烦，就是需要先走公交车站，然后坐公交，坐公交坐地铁，坐完地铁又要坐公交，坐完然后再坐完公交之后，因为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到中心的那个公交很不就是感觉有点麻烦。对啊，就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我后面不住中心了，我住在那个朋友家，住在朋友家的话没有那么的远了，其实也很远，但是没有那么的麻烦了，因为中心的话那里的公交太少了，然后很难等，也打不到车，在朋友家那个时候至少还可以坐个小蹦蹦去地铁，虽然不当时也不提倡这种啊，但没有办法，我不是当时就给自己买了自行车吗？你们忘了？哎呀，因为有时候小蹦蹦太贵了，有时候小蹦蹦坐地起价，你知道吧？对啊，就被偷的那个。被偷那个只骑了一次，我那个自行车就是为了从我朋友家骑到那个地铁站的，小蹦蹦就是三轮车。我记得那个时候人家都跟我熟悉了，就是每天那个点儿就会到那里，他就知道那个点儿开始就会有人了，然后每次都会说师傅快点来不及了，赶不上这班地铁我就会迟到。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让了，我甚至有想过说哎。所以有的就是我记得以前在同学家，就是初中的时候在同学家住的时候，嗯，对，我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小蹦蹦，因为那个时候坐公交没有蹦蹦快，那时候我还很小，那时候蹦蹦也没有那么的那个，因为公交太多红绿灯了，超多的。为啥不买个电动车？我那个时候哪有钱买电动车啊？第一次看我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你这个人平时会有什么不注意的吗？对，记得来看第二次，好聪明啊，你代替我当偶像吧。厉害厉害，学习一下，这样吧，以后多教教我。防沉迷倒不至于，我这个一天也不播这么久的，而且也不经常播，你也没法天天看到我在播，对不对？你玩游戏还有防沉迷，总不能看我也要防沉迷吧？我绝对不防沉迷，我希望你们沉迷一下，不是希望，我要求，好，我就要求，我得播八个小时才能有防沉迷警告，是吗？首先每天都要播播，哎，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直播下也挺好的，但是你们懂吗？我就想的是要跟你们讲好多好多快乐的事情，或者讲讲气人的事也好，主要是要有东西跟你们分享。我今天的话能跟你们分享的只有外面很热的天气，还有我今天看到了别人把牛奶摆成爱心的形状，
还有我那天看到哥哥在那吃包子和烧麦，他们给自己加餐，他们就是不仅有油条还有包子和烧麦，我当时有点羡慕，但没关系，我现在也有包子了，那也不算偷偷加餐了，毕竟他们也是自己买的嘛，对吧。而且我今天那只能从头给你们分享了，那就是我本来不想去，不想再吃油条了，因为油条太好吃了，我怕我忍不住，因为他们很神奇，那么普通的一个小面粉就能变成一个美味的油条，又脆又香还有点咸咸的味道，怎么能做到这样这么好吃的呢？所以我就每天沉迷，明天早上我都想吃两根，两根我都觉得还不够，今天我就没有忍住，我心想说打三根吧，我吃一根留着，其他留着晚上吃，结果没想到一会儿就吃掉了，吃掉了以后我就想那我晚上怎么办呀，晚上的话我就公演结束了，公演结束的话我就给快乐了，想要吃几根吃几根，所以我又下去打了三根，现在还放在我的桌子上。油条泡咸浆，你说泡咸豆浆吗？油条很好吃的。油饼，我油饼，我有馅儿饼，有手抓饼，而且我现在也有好多肉。有的油条真不行，有的油条就不行，它就虽然油，但是它不那么脆，少了一些让人诱惑的味道。为什么呢？油条和油条之间差距这么大。小慧吃蔬菜吗？吃啊，怎么不吃？怎么会不吃蔬菜呢？人类怎么会不吃蔬菜呢？你该问我，小慧，你吃某个，就是你说个具体的，好吧？我不是在要求你，毕竟你第一次看我的直播，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多事的。最近感觉物价上涨，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啊！刚想说没有这种想法，一想不对，小卖部的冰淇淋，小卖部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冰淇淋，方块儿一样，里面是红豆的，绿有抹茶，然后有一点糯糯的那个什么。方糕，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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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糕都变贵了，可能不是同一个牌子吧。我每天都要花钱在小卖部上，今天就没花，今天没买，因为小卖部已经空了，他还没有进新货。你们这两块，我那天买的五块钱，可能不是同一个牌子吧，对吧？贵吧？一袋切菜瓜子15块，可能是大包吧，对吧？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在小卖部买了，我之前买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买，我觉得好不容易能买了一点东西吃，因为其实也可以点外卖，但是点外卖的话很麻烦，我们只有东西到的时候可以去拿，或者你做核酸的时候，但做核酸之前也没什么特别想吃的，因为做核酸之前只能吃早饭，可是食堂有早饭。丢的话倒还好了，我那次团了那个 AD 盖，当天没有去拿，因为当天门关了，第二天才去拿，也没有丢，最近没有丢东西，还不错。好了，我要准备溜喽，给你们聊了好多呢，今天很开心。嗯，什么我呢？你刚问了我什么问题啊？没有看到哎。我要走喽，拜拜，晚安。走了走了。